金虎，你去睡一会儿觉吧，哈。你刚才吃了那么多竹子和竹杆，你看人家飞云都上去睡觉去了，你也去。你怎么了？你不乐意啊？你咋的了？金虎，我谁惹乎你了？谁也没惹乎你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啊，咋的了？人家飞云就在那挠树，你就跑，跑啥呀？你冷静冷静。飞云根本就没说你，没说你一个字儿。真的，我作证，飞云什么都没说你呀、啊。人飞云根本什么都没说过你，你看你激动的，干啥呢？你在这儿？